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今天我们又来了。今天尝试突破这个四星，我先吃一下这个丹药啊。好，这儿直接突破，消耗一个这个丹，30%的几率，36%啊，成功了！哇，不用再等一天了，加700万，加700万其实还不止，我们另外一些东西还可以再打。这儿这个丹，今天只能吃紫色的吗？我不服，我要吃这里的橙色丹，给我出来啊！给那么多橙色丹，是不是很舒服？吃一下这里这个丹啊，橙色丹今天就这么多。瓶颈，先走你。你看，今天我们96亿应该可以到，设置一个目标吧，96亿比较合适。啊，再吃，哇，这些都是紫色的丹啊，蓝色的丹你知道吗？特别的惨，现在每天都吃特别好的丹，这儿再值得一下吧，加的就比较少了。这个东西加哇300万，舒服。下面有个沙暴之眼，又加300万，然后礼包，这里我们买到68吧，这个活动比较爽的，因为它有可能可以激活一个新的异火，68两个，还有个18的。今天这里的话给大家看一下，可以兑换这个异火，先购。先兑换10个，来，我们来抽奖啊！这是100次，希望给点好的东西啊，可以买到98是吧？好，试试看，这个异火应该能加非常多的这个战力啊，因为遇到后面这个异火加的越多，而且你看这动画做的明显比之前的好。万一我很爽很爽，之前我还是吃那个风怒熔岩，哦，咦，这儿还有啊，那今天说不定可以激活了呀！你看这还可以领取5个，那这就爽了。把这个单抽完啊，这再领取一下。这咱们再买一下这个98的两个，这个之前应该攒着的，买这个火就对了。看一下今天能激活，运气好点多给几个紫火。好，给了2个，给了1个，不怎么给我哦，这又给10个，感觉差不多够了。我们再把这个兑换一下，又兑换5个，一火风怒熔岩直接可以合了，各位加了1亿啊，这个其实和九龙雷罡其实差不多。再升星，哇，今天舒服了，再升级，这个升一下吧。好，今天这个加战力贼多，走你。好，然后这装备先装一下吧，78万。下面一个是焚炎谷，这个一伙感觉说不定比那个还强。这儿先完成一下这个剧情，傀儡抵御，哎呀，提要一下，这儿给的东西还可以的。这个活动每天买到68，30，好，两个68，走你。这个火现在是最强的了。传承70次，准的70次，真舒服啊！这要能再升星就好了。好像咱们可以兑换6个，那个家的战力很多的，几千万的家。这咱们再搞2个，98，再抽50抽。哦，这又给2个紫火。这边哎，刚好6个，刚好6个。这个东西功法可以加很多，给大家先看一下。这个功法是限定的15层了，雷霆之力加3的伤害，加了1800万，这个就跟生一火生一星是一样的。好，要20个，又加300万，风怒熔岩进阶一下。好，也没有了，什么花艺今天还能再升一点啊，别着急，给大家看一下进化就可以注满了。今天只能激活一个，好，再来突破，加30万，再突破，再加4000万，哇靠，4000万，这个翅膀加的真的是虚战，这个纯真虚战，我靠！升级，再升，好，再来把下面给解锁了，加了20万是吧？再升级，加3000万，这后面加那么多，哇！今天升的超级爽，再给大家升一爽的天妖葵，今天这么多东西全都给他用了，升到100级能升吗？加了600万，再加还能再加，又加300万，这些也练了吧，主要是哦，已经七阶了这个。哦，这个也七阶了，哎，可以升一星。你看升一星加多少？加1000万啊，就加80万。这里面把他们都升到13，这4000个可以升一下的。这个礼包就离谱，就搞一个6块和18吧，别的就不多搞。迦南之翼这个碎片还可以多搞一下呀，万一还能再升一星，就牛掰了。10抽，给了1个碎片，免费的1下、2下达成，3下，翅膀果然能升一星，走你！哇，再加1100万，舒服了，各位。现在我们试试看啊，把这几个突破到50，应该能加很多战力，加100万。突破几个？2个，90万，3个。斗气，咱们来给美杜莎的东西升一下。这个剑，升这么几次，刚充了50，加了300万，就再加50万。魔宠的话，咱们推电宝，最后再吃一下吧。好的，各位，现在我们打过了180，这儿打这个东西是为了什么呢？是为了这个天妖葵，天妖葵这里100，哎，升到100了，升到100的话，这个能不能多解锁点东西啊？
把这个东西一用，你看加400万哦，突破哦，二千一级了哦，贵，加1300万，雷霆一级再升一级，然后加回接就可以吃了，你看吃到上线了，又加700万，这个再吃也到上线，又加700万，再加700万，再加700万，雷池也升一下这个等级，哇，各位，这个加的是真的可以啊。这里有个万界，我们这个区我是第一的啊，肯定没有问题。但是一区有一个很厉害的，叫做驼蛇地岩，它是193亿，比我高了将近100亿。在这个荒无人烟的五区拿下这个第一也不错了。你看这好多榜都是这样子的。最后我们再升一下这个易宝吧，易宝今天还没有升，应该能加一点。啊，这加700万，你看这啊，这真的加挺爽的，又加40万，这森林能加得多。斗地怎么不行呢？之前不是第一啊，之前他就是老三，我们那个第一他退游了，他没有玩了，所以我鸠占巢穴，你知道吗？300万再升个零，这几个升下我们现在只有个8000块钱可以花了，这个8000块钱最好是搞一些新的异火之类的。谢谢各位的收看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各位斗破苍穹在这杀人，给大家看一下杀人是怎么刷的，杀其实挺爽的。今天九点钟活动我们打完了，那个活动比较无敌哦，这里哇，他这个符最高占领的话是92亿，我们是98亿，所以呢这个三符就是挨脆的，但是他们积分竟然比我们高，我一个人打那么多，你看这些都是他们的人啊，这就是氪金大佬的感觉，这就是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打个爽的。好，这就是停止录制了。